今天出太阳了。走呀。走呀，丽姐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台车？哈喽，你坐哪一台？我给你坐吧。这个，我们坐这个。放我哪一台，兄弟？谢谢，不好意思。雅丽姐知道，伟霆哥知道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咋出现了。我把音频老师这套装备带上，我去藏一下。我再戴个帽子，耳机一戴，再戴一个口罩，我觉得可以，看不出来。走吧，我们出发吧。好开心啊！走你。啊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哦，看到海了。来三亚还是很高兴哈，我超开心。海风吹着，一下就睡着了。我们去的是哪儿？天涯海角。天涯海角是三亚很出名的沙滩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嗯。有首歌不是？请到天涯海角来，这里四季春常在。这个是什么歌？一首歌。三亚的主打歌。那上海？上海？没有。夜上海。哦。那北京的谁？北京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。不是不是那个五环又一环那个。那个嗯。不是，我又说错东西。那首歌是牡丹之歌，实际上是被小岳岳他们唱成了。对，有一点错，我在他后面听的节目。我听了起码三十多遍了。对。长沙。长沙。月亮高高，还有吗？不丢丢。哎，你看我俩，你看我俩很有默契。什么野人粑粑？它是一个民谣，小时候的那种长沙话。你长沙话。野人粑粑的好朋友喽。哇！野人宝宝，月亮宝宝。月亮粑粑，月亮粑粑就是月亮，因为月亮像一个饼一样嘛，我们那那种小的饼都叫粑粑。哦，粑粑。说吧。野人粑粑。我的。自我介绍想好了吗？我很期待。嗯。来了吗？哇哦！追上我比登天难，别动我的方向盘。大家好不好都好，我是 Z H A N G 张若楠。我们去录音吧，我们去录音吧，快一点，快一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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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这个太难了。我教你。嗯。其实它是有逻辑的。就是你要想象你现在是戴着墨镜，那种 feel 需要一点 sauce， 就是一点味道，有 sauce， 慵懒的感觉，啊，慵懒的感觉，对。追上我比登天难，追上我比登天难，别动我的方向盘，别动我的方向盘。大家好不好都好，大家好不好都好，我是 Z H A N G。我是 ZHANG 张文张若楠张若楠，跟我去录音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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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嗯，快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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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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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一起去录音吧，一起去录音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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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